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时间快乐度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显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当然，每个人都希望。修行分作两个，念一下，福德之良，智慧之良。那当然修福报，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开智慧。智慧要干嘛呢？智慧就是别玩弄了，这样不会担心，不会痛苦，心里很平静，而且时时刻刻像镜子一样浮现出帮助众生的方法，都可以清清楚楚，叫智慧。但是你要得到一个圆满的自利利他的智慧，必须来自于福德。那福德就是什么？念下来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这三行爱走了啊，精进的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那以这个资粮够了，业障消除了，你才能够入定，叫禅定波罗蜜。有这个禅定波罗蜜，事情就会看清楚、放下，就没烦恼、没压力，叫智慧。那我想这个合起来念一下，福慧双修。那我们不能说那我就跳到后面光修智慧就好啊，因为你福报不够开不了智慧，特别是自利利他的智慧。智慧有两种，自己不会烦恼，第二个别人烦恼不了你，这样啊。所以自己不会自内心起烦恼。什么叫自内心起烦恼啊？我的欲望很强啊，我的心情就坏啊，然后你会被自己卡死。那阿罗汉呢，就这一点很好，他就自我控制的很好。那菩萨不一样，菩萨除了我自己没烦恼，别人也干扰不了我啊，而且我还可以解决他的问题，这个叫自利利他。那是要达到如此，各位叫戒定慧啊。佛教讲戒定慧，消除自己的贪嗔痴。那大乘佛教不是光消除自己的，还要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；众生无边，誓愿度。还要把众生的烦恼都可以转化。那所以，那你就要大乘的戒律，就是你要接触众生啊，你要不伤害众生，你还要忍辱众生啊。跟所谓解脱道的戒不一样，解脱道的戒是我对我自己就好，我不要造业，你过得别辛苦。但是大乘的不一样，你是要让众生不造业啊，所以你要布施给众生，你要对所有众生持戒啊。但是话又讲回来了，你底下这些干布八万亿你金，还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啊。所以佛陀说，我们除了布施结善缘积福报，那我们要决心从今天开始，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包括几家高啊、几家低啊、几家鬼啊、几家鱼啊，都不要去伤害他啊。不但不伤害他，还想着我如何帮助你成佛啊！在这个过程很痛苦哎，所以要忍辱波罗蜜啊！这个人要去度众生，卖讲度众生，要去做行李就来讲忍的啊！啊，每个人每个人的个性，所以这个忍辱分作什么？念一下众生忍，所以你要忍辱各种众生对我们的批评啊、爱啊、恨啊，
啊，第二个来法忍啊，那些天气这么冷啊，生老病死啊，生病啊，所以事情的变化你都要接受，那最后你才可以了解真相，叫无生法忍啊，地察法忍啊。所以当然菩萨的忍都是为了悲心啊，所以这样去实践。那再来我们最重要的，为什么要读这一部经呢？佛说灌顶，灌顶就是啊，佛的力量加持我们，招请五方龙王。这个五方龙王啊，他会制造很多的灾难啊。那佛陀招请来灌顶他们，就可以摄疫毒。现在的传染病啊，火灾啊，水灾啊，啊，这些都跟这些龙王有关系的神咒经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借这个机会，我带各位简单的讲解一下，但是各位呢，升起大悲心，当我们一起在简单的读诵讲解，功德就展现出去了。这部经还是叫我们念，还是带着啊，它就有这个力量的加持。所以佛说灌顶招五方龙王设一读神咒经，闻如是，一时佛由王舍大臣竹林精舍以四部弟子眷属围绕，天龙八部悉来集会，佛为说法。垂欲尽时，于是阿难从坐而起，起枕衣服，起手佛足，长跪合掌而白佛言。阿难是为我们问的，问什么呢？维耶离国利器极易，就像现在湖北省武汉，所以乃至在其他国家都有可能流感也好了，随便的肠炎传染也好了，各种的疾病啊，古时候有太多了，欧洲的黑死病啊。所以维耶离国有这个戾气极易，猛威猛盛赫赫，很恐怖，犹如赤火，就像大火一样。中毒病者头痛寒热，百劫欲解，输者甚少。就像 SARS， 现在他们叫冠状病毒，有个新的名字，发烧又冷又热，身体就像啊关节乃至肌肉酸痛，能够恢复的很少，死者无数。所以世尊大慈悯加众生，这个时候来念一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十方诸佛大慈大悲，愿所有佛菩萨怜悯加持所有群生，愿为救护，使得殊喜，不遭苦患。希望诸佛菩萨救护这些受苦众生，赶快生病好起来，不要遭受痛苦病患，病愈热除，身体好起来啊，发烧发冷消除，复为说法，使得自道。不但如此，各位佛教不是光救他病好起来，还要跟他讲原因，让他离苦。所以我们念药师佛，我们念大悲咒，我们念各种神咒经，这个都佛力的加持，使他停止痛苦，不遭苦患，不再发烧。进一步还要跟他讲原因，让他了解离苦得乐的方法，乃至就近解脱的方法，成佛的方法。佛告阿难，维耶离国中所以遭此一毒病者，各位注意听哦，是其国人多杀群生，无有慈心，以杀猎为业。特别古时候都杀这些野生动物，獐鹿、麋鹿、群兽、熊皮之属。所以各位要注意，特别我们在大陆，因为经济发展啊，那人们喜欢吃活的，特别喜欢吃野生的。我以前在缅甸，在其他地方经常去救那些那叫什么卷起来，那叫什么穿山甲，很便宜的。后来我买都买不到，然后他说师傅很贵很贵，我说为什么？全部卖到大陆去了，现在价钱好啊。以前在马来西亚都很便宜的，那些土著抓到了，我们几块美金就给他买了，现在贵得不得了。我在缅甸还一只100多块美金还买不到啊。他们呢买活的更贵，买死的便宜，为什么啊？原来有人在吃了啊！有些人喜欢吃穿山甲，有些人喜欢吃蝙蝠，有些人喜欢吃蛇肉啊，越毒的也好。有些人喜欢吃这些野生动物，
所以呢，很多国家的人多杀各种生命，没有慈悲心，以杀生打猎为业，所以有这些动物那就被杀了。有智慧者做事试验，各位记住哦，动物也有脑筋的，也有记忆力的。你杀这只狗，你杀这只蛇，你杀这个穿山甲，它知道你的啊，它不像一些有些动物没有那么高的智慧。然后他们就发愿，愿我来世堕鬼神中，厌畏鬼殃，玄火烧人。这现在就是澳洲就是这样，美国加州，就是说你杀了这些野生动物，他们发愿，如果我死了，我来世做鬼神，那我就用鬼带着火，所以叫鬼吐火。澳洲的火叫鬼吐火啊，那咽口鬼吐火来烧人。有犯处我者，若杀若服，强取我者，有侵犯伤害我，杀我，绑我啊，乃至呢强迫抓我，我当放火烧其山野及所居村舍。各位，为什么家里会有火灾？为什么哪一个地区有火灾？这个是没有莫名其妙的事情。他们就会这些被杀的野生动物，他就发愿，将来我要放火烧他们的山野，烧他们的家里，以我有愿悉令被害啊，凡是伤害我，那我一定要让他被伤害，令诸众生不得藏匿。你跑到天涯海角，他还是找你的啊！这些鬼神很厉害的，不要说鬼神，今天你把一个人杀了，这个人投胎做鬼，你好几次到哪里，你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，他还可以投胎在那边去杀你，去伤害你。所以我们看佛经，你就绝对相信因果啊！是故佛陀说了，阿难，当化导一切令其持人勿杀群生普持一切。我们现在大家一定要用方法推广佛法，现在经典很多，漫画书很多，看的人不多了。然后呢，第四台电视以前大家都在看，现在看的也不多了，现在大家都是看网络了，现在不看电视新闻。反正你像我看那个 YouTube 啊 YouTube 那随便打开什么新闻都有哦，什么节目都有。所以特别有很多网红啊，特别的节目啊，年轻人看的跟我们这些看的都不一样了啊，他们有他们的世界，讲话喜欢调侃，喜欢讲一些无微不微，但是看的人倒是多的了。所以那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们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各位要教化引导一切众生，特别是人类，让他们修慈悲仁爱，千万不要杀各种的生命，普遍慈悲一切，愿他们受持精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喝酒，然后呢行于十善。念一下，身体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嘴巴四样，不骗人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内心三样，不悭贪，不嗔恚，不邪见，就是要我们守五戒十善基本。若能如此，可得自道。那希望大家把这一句话背起来，当化导一切令其持人勿杀群生普持一切受持精戒行于十善，若能如此可得自道，最后还可以得到解脱乃至成佛。那佛就讲这个现象了。所以这种经文各位一定要翻成英文啊，特别在火烧的地方，有缘的他就会看，并不是外国人就不会学佛，因缘到他就会相信，他就会改变。不然大家生活过得很快乐，结果杀生吃肉，结果大火一来，大水灾一来，大地震一来，传染病一来，他们死得莫名其妙啊！所以佛又告阿难，其世间人遭诸火殃，或烧一家乃至五三十家，或烧一里乃至五三十里，或烧百里乃至五三百里，或烧千里乃至五千万里，如此因缘不可称数。这个事实各位都看见了啊，亚马逊森林也好，印度也好，澳洲也好，美国加州也好，烧一户烧几百户，烧一里烧五三十里，烧千里。所以如此因缘不可称数，于此众生有业缘者，如果你过去伤害过，包括过去世，包括过去世，在没有人类以前，过去也有众生你去伤害他，这个业都还在。对，这些众生有这些恶业因缘的，必定为火所伤害，烧伤伤害，
是故不可必偿得脱，你逃到哪里都没用。以是因缘，念一下，物行杀劣，化行实善，可得自道。这句话最重要，佛法没有生没有钱，这个社会现在最重要的劝人家不要杀生，但是呢吃素，因为你不吃素，然后呢很多众生就因为我们被杀，然后身口意朽，十善业可以让他解脱。佛又告阿难，此国中人，这是抓鱼哦，往水中圆陀鱼鳖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像马来西亚、缅甸、泰国，他们喜欢抓野生的。昨天我们战乐社发起了，救了很多只大水鱼，就是大那个都是300年、200年的那些甲鱼啊，鳖的意思了。一般他们市场吃到的是水养的，杀那个业还是有比较重。你杀一只野生的，等于杀了7只、14只，看它的年岁，21只活活养的，就是蓄养的，因为它本来就养了要被杀的，这是它的业。但是野生的，如果你去杀去吃，那最恐怖了。所以古时候的人，包括现代人，很喜欢抓这些野生的圆陀鱼鳖，杂劣众生不可称数。现在的大渔船太厉害了啊，所有动物包括最小的布拉鱼都抓起来吃了啊。而但食之以为美善，认为这样是最好吃的。诸众生等有智慧者，那这些动物包括鱼鳖龙虾有思维能力的，个个怀恨，他就怀着愤怒，愿我后世堕大海中，堕独角龙。各位，大里面的大海里面独角龙黑色的，和吐毒气，老实说了 SARS 现在这个冠状病都是他们吐的，吐出来的气是从黄色的吐毒气，吐种种毒气犹如云雾，以害维耶离国中人民，死我肉者死并不死啊！你没有杀他，只吃他的肉，他让你生病，但是不会死，很痛苦啊！伪黄困毒，从死得生，然后慢慢瘦啊，吃不下去啊，乃至得什么病啊，所以半死半活了，从死得生。但杀我命者，毒浊便死。但是你亲自杀他的，这个毒染上你必定会死。所以各位，这些鬼神很厉害的，千万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生命。所以佛陀说了，我今先续彼诸因缘，我现在先讲解这些大水灾、火灾灾难乃至毒气灾难的因缘，然后请召五方诸大龙王赐予之焉。那鬼王、大龙王很多都是菩萨，就像莲花生大师，他现在必须在西南国，他变成罗刹鬼王，在管这些鬼王、这些罗刹鬼，这些罗刹鬼跑出来，世界就乱啊！所以这些龙王、鬼王，他们就管他们。很多人听到龙王、鬼王会怕，魔王会怕，事实上他们只是管小的，不让他们作怪。所以佛陀会把这个五方大龙王请过来，请你好好的管这些小毒龙王放毒气，所以莫令诸小毒龙害于人民，各使涉毒还其处所，解于罪缚。所以千万不要让你这些小毒龙出来害老百姓啊！要让他们把毒气收回来，回到他本来的地方。就像人类杀蝙蝠好了，那这个蝙蝠身上都是毒啊，那这个管蝙蝠的蝙蝠王，那么没办法，管不住他们，这些一死了就到处乱，还要请这些蝙蝠的守护神，就是他们的王啊，请把他们找回来啊，让他们了解这样的罪业等等，摄取恶毒不复为害，你伤害他，下辈子他伤害你啊，所以希望他们把这些恶毒收回来，不要伤害人类，令一切人民得离病恼，无复恶难，拔度生死，得涅槃道，这样才可以让大家不要那么痛苦生病啊灾难，而且进一步能够了解佛法，解脱生死。那我想各位，这个经文的第一段大概各位都了解意思了，那后面呢就开始要念他们的名字，这个时候我就不讲解，我们就大家一起念。阿难白佛，唯愿述说五方龙王名字，随方所设诸小龙辈，吐恶毒气害于人者，使其减教，不行诸毒。维耶离国受苦如是，唯愿世尊一一解说，令彼众生得脱恶难，
解脱彼苦，得闻法音。像我这样念跟简单的讲解，各位真的要学，这不是说出家人在家的问题，是一个想要化导人们众生了解佛法，你一定要修这个法行，读诵讲解抄你都要会学，读要读得很清楚，讲要简单的讲，然后如何化导众生，就像各位这辈子第一次读，那如何把这个经文，现在全世界都需要这个经文啊，因为只要有善根的他都愿意相信，那各位你利用你的方法传给你的朋友，用微信，用脸书，用推特啊，放在网络上读诵，用各种方法，因为佛度有缘人，我讲不见得我跟你的朋友有缘，你跟你的朋友有缘啊，然后你跟你儿子有缘，跟你兄弟有缘，然后他会传给有缘人，他至少看得见，他知道哦，为什么澳洲大火，乃至这个传染病从哪里来的，而且告诉他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些大龙王请来，然后呢让他去管这些小罗刹，就像我们都会招请药师佛的十二药叉大将，药叉大将，你听了药叉就是都是属于鬼王的，那药叉大将底下有7000个眷属，然后这些7000眷属都皈依药师佛了，然后这样呢不但不遭害不伤害，还可以去对治世间的各种84000魔鬼啊毒害等等。所以佛告阿难，如当谛听谛受，除了听而且要受持，东方青龙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阿修赫，7749龙王点领东方小龙伴侣700000亿三经杂昧，你看这些龙王统领可多了啊，700000亿，毒病恶难皆当说其名字，护病者生，就像我们念雀瘟神经，只要有把这个鬼王的名字念出来，然后呢他就必须要按照佛陀所讲了，佛陀会赐受他，他们就不护再造这些啊，能使小龙摄毒，把毒收回来不害病。